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1年6月17号，双蛋双蛋的，然后20:16说白了是20:04哦，芙蓉发车将沿线上桃园的，哎，你说一下下面怎么用9107圈的，在双蛋双蛋是。拜拜，我的4209次，在双蛋交位26次，4080，跟沿线刚好42。我第二天800星交完变成黄子翔了。耶，我的4209次。26次哦。这个月有一从末班车的26次。408车将沿线高速啊，和第二辆6800新交变成。26次408。苏澳的第二2800新交没轮还是这样，来，双了双了，停靠拢，谢哥安的那，拜拜。